啊，哎呦，您商量的怎么样？坐坐，商量的怎么样？那我姑娘说了，记不大清楚了，好像说是文物专家说这个是叫什么什么三什么七来着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不少了，汉民叔，我们俩商量了半天，都是街坊，再给您加一百。 不成，还是汉民叔，你想这文物专家，他管估价，他不管买卖呀。那您上哪儿卖去？哎，这位就不一样，给现钱呀、啊。您带了没有？都放这儿了。我这人办事就是痛快，现在就给。虽说我是一农民吧，钱我还真没少见。好歹我是村支书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做小本生意的。哎，你不领情是吧？ 给你500是看得起你，建军，给他500，打领能拿走。小子，你动一下试试。出去打听打听，郑汉民专治那混的横的，试试。别，汉民叔，这都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汉民啊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回屋，你回屋。嗯，我收拾这两回小子，没事，去吧。你还活腻歪了是不是？ 爷今儿还告诉你，一分钱我都不放这儿，这鸟笼子我拿定了。你试试。哎，这车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找谁呢？这是。拿不走，给我关！小子，玩儿，哎，算了，小子，你放哪儿？你别，哎呀，不是，你拿回来。二叔，拿回来，赶紧快，赶紧，快，把他放屋里去。哎，汉民，别动刀啊，我说。 小心啊，汉民！放你，车祸！哎呦，他说话呢，我。好，什么祸？哪儿跑？你给我吓！小子，你还要狗急跳墙不成？哎呦，哎，我说，没我事，我说，哎，真的，你给爷下套是吧？你没事吧？二娟啊，二叔，二叔，你跟我们走一趟，给先生做个笔录。 好的，你不是，那得把小凤给你走哪儿了？走哪儿？郑汉民，不可能啊！没错，是郑汉民。犯了法了吧？那要照这么看，那他欠咱们的钱，这图那我孙子辈也还不上了，这。 你说这话就不怕生了孙子没屁眼啊？这么多年了，咱还不了解郑老二什么人？大炮哥呀，这人心割肚皮呀、啊，这没准他们家本来就有钱，他不想还你呢。你要说这话，我可就该收拾你。那怎么办？要么你替他还？我凭什么替你还啊？我的钱还不知道找谁要呢。那不就结了吗？不行，咱们现在都得去他们家要钱去。我找人去。走，哎哎，你们别去。 艾娟刚出院，你不是添堵吗？走，小姨，我还得事儿。找我姐夫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们上去不在，他老不在，一定。来了，大伙儿，屋里坐。不坐了，不坐了，不坐。你先站起来。哎，我们来啊，是想问问你，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上？啊，这事儿得等汉民回来了再说。得了，艾娟。 大家都是明白人啊！你甭给我们玩这个立个愣，郑汉民让警车拉走了，大家都看得真真的嘛。你说谁呢？我哪说？没错，我看见了。说谁？谁都警车，我说谁。儿子做完，老子做，这东西还带往上遗传的呢啊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打洞，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，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爹，对不对？啊！各位乡亲。 我们家汉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在这个村里自有公论。谁要说他有意赖账，那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厂子里出了事儿，他比你们谁都急。赔了钱，你们找郑汉民要钱。可是你们想过，有没有想过郑汉民找谁要钱？汉民说了会还你们钱。 他就一定会还。今天我再替汉民说一句，老郑家
没有说了不算的孬种，你们谁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或是谁等不及了，现在就上屋里去拿，拿！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拿了东西的给我签字画押，从此咱们两不相欠。哎，大伙儿可别听他这来啊！ 他这叫障眼法，没有钱，没有钱能在医院里头天天住着吗？就是，还能这样吗？住院费，住院费是我儿子掏的，那你儿子可以替我们把钱还上。对，对，没错，还就得替他把爹还钱。有你们这样的吗？他病还没好利落呢，就从医院里出来了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让省两个钱还给你们吗？你们大家一块儿入的股，挣了你们都有份儿，赔了就该郑汉民一个人还钱，哪有这个理儿啊？ 哎，那我们不管，郑汉民说了要替我们还钱，要知道这样，我们谁还入股啊？就是今天不还钱呢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还！我黄爱娟替我爷们担保，老郑家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，这钱我们也一定还。什么时候还？对啊，什么时候还？拿来！拿呀！ 那不还钱，咱就拿东西。拿东西！拿东西！拿东西！你说这话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谁答应还你们债，你们找谁去？我爸现在不在家，等他回来你们再来。谁要是还赖着不走，别说我郑襄阳对不起襄铁，嘿，我不走怎么着？你还敢打我呀？大炮哥，这事你可得管。你们这事儿，我不管。 绝不再认这个爹！你给我滚！白秀儿，白秀儿，都谁来过我家？大顺子、赵生根还跟着几个，我一着急也没看清。 怂样，啊！到了爷们儿里哭什么？老爷们儿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里人。好，跟我来。今日我郑汉民在这儿，都给我听着！有什么事儿，找我。 冲我来，趁我不在家欺负一个老娘们儿，你说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记着你们，啊！你们一个一个的，我都会记着的。你们一个个狼心狗肺，还装什么乡亲？什么东西？太阳的祖祖辈辈没除了你们这号人。我跟你们说过，你们的钱我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。 我死了，我儿子还；我儿子死了，我孙子还。我绝不赖账。你们都干什么了？刚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可以不认我这个爹，但是你的身体里流着郑家的血，你就是郑家的人。我的话你敢不敢应？我敢应。告诉他们，我敢应。 老郑家今天告诉你们这些指认的钱的家伙，要钱找我。郑襄阳等着你们。我们爷儿俩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。从今儿起，谁再敢到我们家堵门要债，谁敢来我让谁趴着回去。哎，哎，我说。
这半天你干嘛去了？哪都找不着你。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小慧儿。小慧儿没出事儿，那个戴建军出事儿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也惦记上了你给郑汉民那个破鸟笼了啊！找了个文物贩子，结果那个文物贩子是有案在身，让郑汉民和郑彤当场给拿下，在派出所关了一下午，这才通知我，让我去把人给领回来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去医院了，说是不放心要小慧儿，谁知道他肚子里憋的什么屁？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得得得，让警察数落我一下午了，嗯，给我来个葱花炒鸡蛋啊。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来来，爸，什么事儿？你妈吃药了吗？吃了。啊，看她睡着了，我才出来的。那什么，鸟笼子什么时候拿回来？应该不会很长时间吧？一结案就差不多了。哦，爸，你在做笔录的时候，所长把这事儿啊给区里汇报了。区里可能还会给你奖励呢。我什么都没干，你这表扬什么呀？现在对见义勇为和谢主破案的都有奖励，您这事儿区里还挺重视的。这是我们所今年破的第一个大案哦。爸，而且今天来做鉴定的专家对这鸟笼子还挺感兴趣的。是吧？那这么着吧，他不是感兴趣吗？鸟笼子咱给他得了，随便给点钱就行，省得节外生枝，你说呢？嗯，行，回头我再问问他去。啊，就。花儿，闺女啊，花儿你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我们接到医院电话，我们就赶过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花儿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戴建军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王八狗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王八蛋流氓啊！啊，一声不吭就走了。我早知这样，我昨天就不应该把他从派出所领回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花儿，为什么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他怎么能这样呢？他是看咱们老冯家没有油水可捞了。这小兔崽子，我那天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他不是只好鸟。你还不听好？上当受骗了吧？怎么样？一到南方就找了个女大款，把你给踹了吧？你哭都找不到调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你。他本来心里就够难受的了。那怎么的？我不能说呀？啊，这个戴建军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你光埋怨有什么用？你倒是想想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能离啊，坚决不能离啊！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小慧，你给我顶住，耗着他，拖死他，不离。爸妈，我想好了，离。雷局长，您喝水啊？唐总，来，这区长在哪儿？我找了一圈也没找着。汉民的，这就是新来的任政工任区长，郑汉民，早就想见见你了。哎呀，局长啊，早就盼着你来了，真的。嚯，这手劲儿不小嘛！啊，跟我这个运动员出身的人有一拼吗？我是打铁的出身啊，手上没准儿。任局长，您坐啊，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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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哎，啊，来，请。太阳殿的郑汉民，我早就听说过你，在区里边你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啊。您都听说了，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，我把大家伙的钱都给造光了。可我怎么听说这郑汉民从来就不服软呢？昨天自己还在说，自己还不上的债就让儿子还，这儿子还不上的债就让姑娘还。今天这股硬气劲儿哪儿去了？啊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不，那倒不是，真是让您见笑。你们村里的果汁厂垮了，你作为主要负责人，那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是，但是光想着还钱可不行。对待你的问题，区里边也是有态度的。
我都请好假了，您今天啊，无论如何也要去趟医院。妈，去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我还有几件事要办，不安排好了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有什么事儿您就说，我跟哥给您办。 彤彤，向阳，你们都长大了，都出息了，看着你们，妈打心眼里高兴。可妈就是放心不下你爸呀，一辈子了，都是我照顾他。 要是哪一天就剩他一人了，他可是连顿热饭都吃不上。妈，您的病又不是没得治了，别说丧气话，走，咱上医院，到了医院就有办法了。哎呀，别骗我了，医院救不了我的命，还要那么多钱，我不去。向阳。 给你弟弟写封信，跟向东说，说妈想他，告诉他，说妈挺好，不用惦记着，让他学了本事再回来。啊！郑汉民同志的问题，我们很清楚，免去他村支书这一职务，你们要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啊。 我不反对组织的决定，但是不是处罚有点太重了？不重，我还觉得正好呢。你说呢，老郑？对，正好。我不同意。我可是举双手同意的。这样一来，老郑同志不就解放出来了吗？郑汉民的错，在于他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，但是他的想法是没有错的。 农民是要富，我们是个农业国，如果农民不富，国家怎么能富裕得起来呢？作为党的基层干部，有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行动，那是难能可贵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要把郑汉民同志解放出来，要干就要放开手脚嘛。区长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您这是打算把我解放到哪儿去？区里。 准备要筹备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，把这样的企业交给谁呢？就是像老郑这样的人，敢做还要敢当，永远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合着我是名将暗升？这跟升降没有关系，只不过是把你放到更合适的位置上去。区里会给你必要的帮助的。区长，我一个果汁厂都领导不好，我再领导一企业。 再说我这文化底子确实是薄啊，我还欠村里一屁股债呢。这村里的穷帽子要是不摘，你这个支书的债就还不完。什么时候等企业办起来了，人民真正的富裕起来，那才是你真正还了债了。我听您这话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我一定要把它干好。 明儿就要走了，把东西都收拾了吗？收拾好了。一走就三个月见不着面了。三个月一晃就过去。说实话，这多少年都不碰书本了，这冷丁让我到党校去进修，这心里有点犯毛啊。 你瞅瞅，你瞅瞅，我们学的这是政，哦，政治经济学，这还原理，统计学，这还宏观经济学。哎呦，你就听这词儿，它就深了去了。哎呀，我看看书，奔点先飞嘛。
就行了，都多大岁数了，再把眼睛看坏了啊？没事，能看见。妈，我扶您进屋吧。啊，扶你妈进去。你明天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下午。什么这是？妈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小慧怎么说离就离呀？这往后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得吃多大个亏呀？姓戴的那个王八蛋得占多大个便宜呢？哎呀，可惜了那孩子了，再有四个月就该生了。宝儿啊，咱先把丑话说前边啊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，就那孩子不能要。婚都离了，要孩子干什么呀？啊，养个孩子容易吗？得花多少钱呢？将来抱着个孩子，还怎么嫁人呢？哎，妈，您说实话，你愿意我做引产吗？十月怀胎容易吗？好不容易大了，非要给做了去。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个儿的孩子呀？可有什么办法呀？妈，我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。慧儿。你爸说的有他的道理，孩子生下来就没爸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快到了吧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在这儿待着啊。老爷子那一屋子祖传秘方，就没有能治我妈病的药。治腰腿疼，我敢保证。但你妈那个病，我确实帮不了。我妈这辈子没享过福。咱们上一辈都不容易。不是我说你，对你妈好点儿，省得以后后悔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自作自受。你也应该想想怎么对你爸好点儿，他容易吗？
哟，向阳，你没出车呀？我送你去吧。嗨，你看你这特意跑一趟干什么呀？不用，顺路。这车票我都买好了，不耽误你出车了啊，走了。向阳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呀，记住一句话：长兄必父，懂吗？家里靠你了啊。你用得上的。嗨，我现在好着呢，我现在耳聪目明，不比你差。不，别逞能了，带上没人笑话你。哎呀，你看我说不要就不要嘛，你。那你就把它扔了。这爷俩啊，有话就是不能好好说，一个模子给磕出来。这小子心里还有他老子，看得真真的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来来，我送送你，再见都不知道啥时候了。哎，三个月的功夫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峰山高，一水长，我为亲人熬鸡汤。你熬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把孩子养那么大了，他将来不好生。我给艾娟熬的。哟，人家有人惦记着啊，您甭想了。要说惦记他，还不如惦记惦记咱闺女。哎，别说，你去也行。来，你把这个交给郑汉民，这是戴建军小兔崽子的地址，让他好好收拾他。怎么收拾啊？先暴揍一顿，然后让这小兔崽子拿点钱啊。这事儿啊，只有郑汉民最合适了，他下手狠着呢。啊，你就别给汉民添乱了。艾娟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老梅来了，我给你熬了点鸡汤。躺着，别动啊！哎呀，要强了一辈子，这到了还得别人伺候着，招人不待见了。可别这么说，谁没有得病的时候啊？玉萍，谢谢你。我这个人呐，心直，
以前有些话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啊。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咱们两家这么多年，有些磕磕碰碰也是正常的。大奎这个人有时候就是爱小算计，他这毛病我也改不了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年轻的时候都好逞个强，到了这岁数，就不去想那些了，不想了，啊，那你歇着，我走了。哎，我送送。不送，不送，不用了。送。甭扶。不用扶。哎，艾娟，艾娟，哎，艾娟。来来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！哎，哎，哎娟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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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不哭啊，咱不哭。吓了我一跳！大白天的，你干嘛呢？你这是门无理取下贱了！对，我还没算完呢。这饭店的账你不在饭店里算，弄家里来干什么呀？还偷偷摸摸的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这不承包了吗？承包怎么了？承包也光明正大。对对对对，别了！你懂什么呀？赔了可以，赚了，咱就得偷偷摸摸，懂不懂？你赚了，赚了！哎，没这金刚钻儿，哪敢揽这瓷器活儿啊？当初就你看不上我，现在怎么样？人家都把我当成了个大能人了。你赚了还不好？哎，我说，这事儿啊，不能跟孩子讲，我已经把孩子给打发出去了啊。怕什么呀？怕什么？怕的多了，人怕猪名，猪怕壮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？现在的人呐，都是恨人有笑人无。哎，你赔了行，你要是一赚，噼里啪啦那眼珠子他就红了，红眼润他就犯了。到领导那儿嘚不嘚嘚不嘚，给你一嘚啵一上眼药，我就完了。你这那就甭声张呗。是，什么叫甭声张啊？我告诉你，甭声张也不行，我老是赔，那领导以为我冯大奎没本事没能耐呢。这赔也不行，赚也不行，怎么着才能行啊？所以说呀，我这脑仁疼啊。这么着，跟大伙儿说啊，赚呢是赚了点儿，小赚；奖金呢发一点儿，点到为止。啊，哎，这窗帘能拉了吧？拉吧，让他们看看啊，是骡子是马，在太阳街拉出来给我溜溜。好啊，无限风光。在险滩呐，小娘。妈，走，咱去医院吧。向阳，你的心思妈明白，可妈不想去医院。妈就想待在家里。妈，你看你的病没事了，咱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。你要真的为妈着想，就让妈待在家里，就在家里。你爸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，给他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党校学习完还有结业考试，
再有两三天就回来了。两三天呐，两三天。这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呀！啊，好，来，咱们运动运动啊！生命在于运动啊！啊，来，跟爸爸学一学，哎，甩甩胳膊，哎，好，哎。对，哎，甩一甩，甩起来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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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爸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嗯，哎呀，肚子疼啊！哎呀，肚子疼，是不是太生了？哎呀，过来，哎，孩儿他妈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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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让他动什么呀你？他还抬起来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赶紧找车去。行行行，等着我找人去啊，等着啊。你忍着点。啊！哎呀妈，我受不了了。看来今天还是有起色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还得上医院。听见了吗？妈，您就算不听我的，也该听听排长了吧。小杨啊，你要是想让妈多活两天，就别再劝我了。啊，那我再把这副中药给他煎了去啊。妈，咱还是去医院吧。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哎呀，你鬼喊什么？我妈病着呢。小慧，小慧要生孩子，晕过去了。坐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靠这儿。爱娟呐，瞅瞅你，多虎实的一个人啊！这说病就病了，快好吧啊！这大家都指着你呢。嫂子，我明白，这每天夜里啊，我这身子里就好像有好多把小刀在扎我。有时候疼得我呀，我就想快死了吧，死了我就不受这份罪了。可不兴说这种丧气话，这不说话就好了吗？你怎么能想到死啊？是啊，所以我就想不成啊，我还好多事儿没办呢，汉民也还没回来，我就跟我说，我得咬着牙挺着。等我把事儿都办利索了，我得把事儿都办利索了。嫂子，这把锁是我结婚的时候汉明他妈给我留下来的，他说这是他的娘在他结婚的时候留给他的，结婚以后要好好的收起来，就算男人不喜欢你，也能锁住男人的心。嫂子，你是个热心肠，你帮我个忙，帮我们汉民找个伴儿，
明他不能没人管，他不能一人儿。嫂子，你帮帮我，成不？一片天覆盖着你。